阿哥，早餐准备好了。哦，妈，不要浪费时间准备他的早餐了，赶快吃，要不然就迟到了。 阿哥，给慢一点时间，晚餐很快就好了。哦。阿 boy， 来吃饭。我要出去，给我10块。你把这里当成是酒店是吗？说来就来说，走就走。这里几次轮到你讲话啊？ 知道妈妈赚钱很辛苦嘛？辛苦，辛苦，我们就不会住在这种地方了啊！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们住在渔场。那你走啊！走就走，谁要住在这种鬼地方？阿 boy， 阿 boy。 外卖好丰盛哦，不是我叫的。哦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我们进去吃饭吧。 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嗯，哥你也吃。嗯，阿哥你拿到鸡翅膀吗？拿不到，没人帮我夹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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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